一冷静放手。两岁小米粒自己推门去上学。老师透露他很不怕生。宝宝可爱可吃饱。49岁台湾女星伊能静出道演艺圈多年，凭借着不俗的才华和自身的努力，得到了万千粉丝的喜爱。她在2015年嫁给小她10岁的中国演员秦昊，婚后生活幸福，并在2年前生下女儿小米粒。近年来，伊能静的演艺事业和生活重心都放在了大陆。去年他还带助小米粒一起上真人秀节目《妈妈是超人2》。今天中午，伊能静透露放手让女儿上学了。对于年纪太小的小孩来说，一般父母都放心不下，要时刻关照。为何愿意让还不到2岁的小米粒去上学呢？宝妈伊能静解释道，医生透露女儿小米粒的地质育和身高等方面都比较优秀，堪称是模范宝宝，所以建议可以提早教导学习。而女儿去上学时，伊能静也时刻观察住她的一举一动。第一天去的时候，学校门口有好多小宝宝都黏住妈妈在哭，不肯离开，而米粒宝宝却迈大步自己推门进去。伊能静非常骄傲地说，伊能静还介绍，学校老师透露小米粒非常信任人，也不怕生，好像一切环境都很熟悉，这个宝宝太有安全感了，要看紧一点，他太不怕人了。伊能静也坦言，等到女儿再长大一点，就会教小米粒如何进行保护自己，但我更希望她内在有满满的信任和爱。